一、椭圆形，树叶的形状有椭圆形，代表树种是樟树、橡皮树、茶树等。其中樟树属于常绿植物，带有刺激性的气味，可以驱虫。橡皮树的叶片肥厚，常作为观赏植物栽培。茶树的叶片较硬，且新叶为嫩绿色，老叶为深绿色。二、扇形，树叶的形状有扇形，代表树种为银杏树。银杏树属于落叶植物，叶片在春夏季节为绿色，秋季叶片变为黄色，冬季掉落，且叶片的中间位置有裂痕，叶脉平行于叶片，叶柄较长。三、披针形，树叶的形状有披针形，代表树种为桃树、柳树。桃树在每年的春季开放花朵，花色为粉色、白色、红色，果实在夏季成熟，口感香甜。柳树在春季开花，花色为淡黄色，种子呈现絮状，会通过风力传播。